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上课哈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大家同心，大家午安。中华戏。个新的面孔吼，咱唔捌看到，也是讲以前足罕看到，大家有这个缘来个家，坐伫家，共同来研究咱台湾的地位，啊，咱。已经上课三天啊，应该大家足清楚，台湾哪会甲即嘛？一般的人拢安怎？雾煞煞啦，讲台湾就是咱的，台湾。咱要安怎就安怎，大家来公道一下，敢有可能？无可能的代志。上简单举两个例，予大家更加清楚。咱一个例就是讲，李登辉，伊是本土台湾人，做总统。13年，伊迄阵啊，想讲啊来个会神，啊，就好些啊嘛，啊，就变成台湾，啊，毋是省啊，安尼就是一个国家啦。啊，美国啊讲安怎甲讲，大家毋知知影无？美国啊，甲讲袂杀你啦，哪会乎你会神哩？一个国家成立有四个条件，有人民、土地、还政府，佮有外交权呐。啊，这四个拢也无啊。哥，咱阿扁啊，做总统的时，伊讲我即马要来申请加入联合国，我若台湾国家请，啊，过来各位办公道，咱大家当过就好啊。啊，美国人安怎讲？美国人讲。袂杀你，你是一个麻烦制造者，大家唔知有清楚无？是毋是美国安尼讲？伊都无要照啥？无要照国际法、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咱来遮受训三天，咱就足清楚，依照。国际法、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因为阿扁啊，伊若无了解，你就讲，我讲要参加联合国，一个国家爱死的条件，啊，李登辉就试过，阿扁讲，因为李登辉无上联合国，伊来上看卖，联合国甲你退惊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这都是恁四行内底拢无啦。大家来遮受啊，训三天，是毋是安尼足清楚？啊，美国高等法院的啊判决五点，大家有清楚无？咱来复习一下，第一点啥物？台湾人民拢无啥物啊，拢无国籍。第二点，台湾无国际承认的政府。第三点，大家唔到，咱有上过课啊吼，啊，甲讲出来。阿伯啊，咱高级班我要考试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恁可能过来，恁要即届来读高级班，可能要免考试，后悔。高级班要考试，无八十分的袂发证书啊！阿伯，因为大家摕到这张证书是啥物？等于高考同款嘛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爱甲大家讲，那要来民政府啊，咱来斗三工的，爱把握，因为咱即马拢是革命先行者。啊！革命先寻找拢较一个优待，所以阿摆拢爱考试啊。所以讲，高等法院美国高等法院判决啊，唔知啊，一定袂过嘛。啊，这咱都爱了解啊。咱爱讲你哪会要来遮上课？你甲无爱来上课，你甲讲。啊！美国的高等法院的判决，你要相信无？一定百分之百，美国的法院的高等法院的判决，你阁唔相信？安尼，伊外边去读册啊啦，讲读册读到外悬，啊，迄拢骗人的啦。所以，爱甲大家讲，第一点，咱阁复习一摆，好无？第一点是啥？台湾人民无国籍。第二点，台湾啊无世界承认的政府，啊无政府啦。第三点。台湾人民要受到这个政治的碾压，吼、哦。第四点，现在美军要是占领中，咱台湾要是美军占领中。第五点，爱协助原告。行政单位要依法行政，这点啊，原告是倒一个单位啊，就是咱林秘书长去告美国政府的嘛。其他的人有可能代表啊无啊，所以引出政府。维新基金会，迄是谢长廷的嘛？发表一个声明，大家唔知有看到啊无啊？看到举手看卖好不好？我安尼话太少了哈，太少了。回去叫你的囡仔。啊！是你的孙啊，上网站去调这个维新啊，这个啊基金会啊，引出政府
甲调出来。伊安怎讲？简单啦，讲一个观念啦。伊讲台湾，我甲他综合吼，啊，无要讲，我要遐讲个，咱要下，咱要就是结束啊，所以时间上个问题吼，重点啦，讲这是一个依照国际法啊、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咱这个组织才是正确的啦，咱秘书长啦，有这个啊，咱国际的啊理论，啊个国际论述、战争法的论述、旧金山方面条约的，啊，因讲美国高等法院啦判断。爱协行政单位也协助咱，所以咱伫遮成立，头尾三年啊啦，有叮当着啊无啊？咱全台湾内底设个办事处，每一个州拢有，大家毋知知影无？那知影举手看卖咧，好，我较济啦吼。但是迄个民主政府啊，咧讲的我即摆是咧甲讲予大家清楚。伊讲啊，叫因员工伊迄个民主政府是谢长廷起来，讲叫因民进党的啊，大家发动一个人写一张批啦。去请啊，平明敏教授去请咱秘书长啊，请小啊谢长廷三个啊，斗阵去讲啦。唯一这就是一个啊，算讲把流亡政府把他请出。台湾啦，伊安尼写啦，所以大家想看卖，大家想看卖。你若是民进党诶，你是以前伫阿咧斗拍拼诶，啊是毋是去唔着去？啊，拢咧对啊国民党，伊甲你设一个虾米？大家来投票哦！你选无到30块，予你啊！你政党啊，50块予你。大家若要来互选，若选无到，啊，咱小英选有到无？伊600万票，啊，伊啊，地话接落去，啊，差不多100倍。地地烧烧啦，安尼什么人无爱红选？哎、欸，大家即马拢咧钱要做啥？做党主席，啊是咱要做钱做党主席。啊，那一个投一票，拢有50块。啊，即马民进党以前大家拢爱做啊党主席，哎，都爱去传钱呀。起码唔免啊！政府一年要编预算，你算登一票给民进党，民进党一年的预算，你就50块去啊！所以，拢啊，一年拢啊3-4亿，啊3-4亿就。足好开的呀，等你嘞，所以大家拢要做啥？今年啊、哦，大家哪拢要做啥？拢啊要做党主席，喊马英九都想要去做哦。你想就知呀，好空的啦。啊，马英九又不是想过要去做，啊，就是讲他
无输赢诶。咱台讲啊，伊都今日讲落来，搁去用安怎？伊遐有钱通练啦，做当输是民进党诶，那是顶回咧选，那遐侪人咧做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咱去想就知影，这就是国民党设置的局，和恁大家来算，这个这美国看起来，这就是啥？就是台湾人民还受到这个政治的炼狱啦，这个就是政治的炼狱，使他们的寿命延长。对外口讲，台湾人民爱阮做啊，阮算出来啦。实际上，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定啊，这是什么啊？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定，这是什么啊？美国高等法院判定这是什么？咱会足清楚啊，这是啊。台湾人民还受到这个政治的炼狱，设一个局，互恁去算啊，大家算甲欢喜个，大家爱去思考一件。好、哦，啊，这是甲大家讲吼，啊，互大家较清楚。咱即马要过来，感谢大家来参加，咱的希望搁较大。咱即马叫 PowerPoint 吼、哦，啊。啊，来，甲大家讲，这就是啥？啊，《自由时报》啊，咱换一个啊牧师，啊，这是长老教会牧师，啊，伊讲中国大陆是马英九在讲，啊，这就是啥？马英九嘛，拢在骗嘛。啊！这大家633第一年算无够，伊讲要第二年才发到做够啦，啊！哪个骗你？大家哪个去甲等？啊！这起码个讲啥？哎，迄个中国大陆是，迄是啥？是伊的领土啊！啊！伊都为迄边来的啊！啊！恁爱回去啊！伊要讲安尼讲也无唔对呢。啊！伊本身都唔是啊本土台湾人啊，啊，迄是因那边的啊，所以爱予大家啊清楚吼。啊，因为美国有送咱迄200多，咱就了解，咱了解啊，啊，咱。啊，咱的地位，美国占领，美国占领，啊，日本先啦，啊，天皇有这个土地所有权，哦，那么加工啊，日食美占，这就是啊，咱啊，主席。啊！甲咱的潘啊，议长啊，啊，去日本8月15啦，去日本靖国神社啊，足成功嘞！啊，这回去，你看我足闹热嘞！过来看这里，日本的报纸啦，拢甲咱顶出来啊啦，顶出来。慢慢啊，咱现在教育日本的人民，台湾是恁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以前左龙旗中国作派或地军头目，台湾就是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即马因遐台面上遐人敢安尼讲话，唔是啊，即马拢改变啦，即马话啥？台湾是他们的核心利益啦，唔敢话，慢慢来看吼，PowerPoint，咱也看足清楚。
啊，搁咱主席，搁去啊，美国啊，这个华盛顿 D.C. 啊，是举行记者招待会，吼、哦，是9月初5，哦，这咱拢话足感谢你啦。啊，这就是啥？迄、那个小英呐、啊，诶，文教基金会啊，邀请啊，讲这个师徒啊。啊，司徒文啊，来讲这个啊，迄、那个台湾的迄个战略地位啦。啊，咱会得了解。台湾以前拢讲无清楚啦，讲到尾啊，讲台湾主权是虾米人的，都拢唔敢讲，拢模糊啦。啊，模糊是安怎？当然对美国较有利啊。吼、哦，即马新德勒山起一个。啊！雷达站足新的，咱台湾来出钱啦，啊，予美军来管啦。这大家唔知怎样无？乐山、桃园啊，上去的一个叫做乐山，这个乐山超2200啊公尺的地方啊，设一个雷达站，咱台湾出钱。美国派人来去，美国家己管理，啊，因有来参加无？拢美国在管理啊，啊，恁来出钱啊，啊，好模糊啦，这个地位唔讲，地位呐讲出来，啊，日本天皇这个土地恁的，日本是唔是要来管理啊？啊，是安怎？日票直直起，啊，咱啊，咱日票直直破啦，咱的钱直直起啊，日票破价，啊，百几，这什么理由？美国故意的嘛，要让日本靠啊经济较好，啊，摆啊，台湾这些开销。日本爱来负责啊！啊，这咱爱去想啊！咱即摆卖一寡较先进的武器交出来，大家看到报纸有哦，直升机无哦，交30台，每一个所在要开几台？啊，迄要迄什么？台湾出钱啊？安怎？什么人使？美军使啦！啊！就美军来占台湾啦，整个控制台湾啦啦！啊，这都我爱和人知影者。我头拄仔咧讲，就是上这两，哦，那看到这，大家拢100%就有信心咧。别个单位敢有人送伊这個？美国国防部的人送的啊！这头拄啊，甲大家讲过，所以这足重要的啊，足重要的。吼、哦，要协助本土台湾人，咱是冤家。啊，当然有一挂人。拢咧安怎？伊讲诶，要代表台湾人，因啊台呀，因啊拢啊台湾人，遐个画派的啦，遐个台独的啦，啊，搁一挂啊民进党啊，讲因啊拢啊代表台湾人，啊，但是因都无这个论述，啊，无这个了解，所以拢惊唔到，拢要去安怎维持？流亡政府的政权，这是100%唔对的。啊，我遮我甲大家讲，大家爱注意哦。有诶朋友啊，会甲你扣哦，讲因遐哪咧发身份证哦，因那是啊，台湾政府哦，啊，有诶是讲啊，因还是。啊！美国
支持的哦，你唔好去学煽动去。美国政府唯一支持是原告，什么人去告美国政府啊？咱必须定嘛。啊，美国是依照什么法律的嘛？他遵守法律的，所以咱就是原告哦。啊，请大家唔好上当，即回去啊，爱甲你的亲戚朋友讲这个代志，互伊知啊。过来，咱要互头拄啊，我先补充，就是讲这啦，吼、哦，这啦。这就是啊，微信咱这个网站里面哈，这是啥？台湾微信啦，影子政府啦，这个就是这个啦。啊，这伊个啊，伊发动的啊，大家上网去甲这份印出来，啊，交予你的一挂遐好友，那是民进党的迄个叫做啊。算讲，咱遐跳啊卡，本好看，拢支持唔到去啦，拢行唔到方向啦，应该爱来啥？爱来参加授粉，才是100%正确的啦。你看这写甲足清楚啊，吼、哦，这伊是迄个结尾写遮哦，吼、哦。哦，尽快适当的时候开始啊，政府功能的运作啊，这伊是讲要叫啊，潘明敏教授加啊小啊谢中鼎加咱林秘书长啊，这伊内底国讲谢中鼎啊有500万票啦。我阁甲你内部透露一个消息：小英去美国的时，有介会谈一个人，拢定甲咱咧联络的，甲讲你回来，都爱来找台湾民政府，有啊无？有，伊有。因的智库打电话来，讲要约咱去台北去学听。咱秘书长讲卖来桃园，阮请你，恁几个人要来？因敢若讲6个啦。秘书长讲好，阮也派6个甲你对谈。有来啊？无来啊？到尾也无来啦！啊，我乃安尼讲，即、這个讲，因即个讲，伊有500万票啦。啊，小英即回算偌济？600万票啦！小英，那比伊较济啊！因派智库讲要来讲，到尾也打电话来安怎讲呢？讲台独大佬反对了，安尼恁大家去思考嘛，思考看嘛。啊，这那是民进党的啊，啊，这个也是民进党的啊，大家。要选总统，拢啊会走去美国一抓。伊去美国啊，是毋是送一支旗啊？啊，恁大家来遮受训有送一支旗啊无啊？恁甲小英同款啊？安尼大家去思考者，卖讲我伫遮咧讲，拢去思考者问题，咱。一定根据美国的交代，一步一卡印在做。伊可能讲，
咱受训要4000名，咱要到啊，咱要到啊，所以大家回去拜托两件代志。第一件就是，鼓吹较少年的来遮受训，毋是干那初级班尔，高级班哪来受训？我讲，这个就是投资报酬率相关啦。投资报酬率，你开16000来了解整个咱台湾的国际状况，你出去跟人讲，大家有诶拢听无啦。啊，实际上是正确的啊。啊，你后摆啊，咱执政，你是官员啦，你是革命先行者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我要搁拜托一件，咱搁刷落来放一个影片啊。三立有来甲咱访问，干那访问放出一摆尔都无搁放啊。咱要拜托咱啊，同心甲咱放三立访问咱啊。那个啊，秘书长诶，影片吼，大家。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，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他们，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。嗯、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，会有那个证书。嗯、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采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黄道营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嗯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立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。好，阿叻大家看了，家里有什么感想？这不是我哦，三立报道哦，报道一摆就把你切掉，不爱让人知啦，都已经控制掉了嘛，哪有要让你知？肯定还有报道说，三立把你执照把你吊销，那就是啊，所以伊讲，以前讲，你若咧报道台湾民政府的话，后果自负。什么后果自负？你要报，我甲你摕执照，甲你念掉啊！无爱防灾嘛，所以大家爱学较巧咧吼。啊，伫遮互大家知，我感谢三立，但是有一点。伊甲咱讲，咱是自制身份证，
咱这张是晶片的身份证啊，晶片哦，晶片，唔是其他单位啊，啊，唔是其他单位啊，拢是无晶片啊，凊彩抓印的讲安尼一张，讲300块啦，有诶讲500块啦，你唔好去红现动去，啊，我要拜托大家转去。你嘅亲戚50朋友拢来领一张，我也同款。阮大姊、阮姐夫拢咧看《中央日报》呀，《中央日报》看甲无去讲，即卖咧看啥？看《联合报》嘅人啦，甲讲，慢慢啊，哦，安尼哦。拢来办啦，这是百分之百正确。所以，伫遮要甲大家讲，你家己来请，你爱影响你的亲戚朋友50。当然有当时啊，你甲讲伊听袂落啦，佮但是爱较接。去甲伊沟通，较直去甲讲。到尾啊，伊若讲啊，都家己个亲戚咧讲啊，啊无来了解看卖咧。所以要搁甲大家讲，希望转去叫较少年来受训。第一点，第二点。我叫我亲戚朋友，你若真正爱台湾，予你开1000块来请一张身份证。以后咱若执政，这张身份证有这张身份证的人，会甲你发啊消费券5000行恁啦，因为恁是革命先行者。有补偿，安奈人讲安尼，恁都无公平啊！拢是啊，台湾本土台湾人，迄阵来叫恁请，恁会唔来请？啊，美国甲咱讲41万，你若有41万，政权要给恁。所以你若斗三工，你若真正讲爱台湾，要来斗三工，甲这个流氓政府赶走，就给恁开1000块。甲赶走以后，咱补偿大家。安尼，大家有欢喜啊无啊？所以，等下爱做这两件代志。当然，阁有一件代志，在这先甲你讲。恁啊，大家要写家己的历史。来参加，爱来读高级班啦，高级班才有资格好去啊！来参加日本啊，12月20日，咱要阁派团，干咱150个尔啦，要去日本拜啊靖国神社，甲啊天皇祝寿。咱这个旗啊，咱这个旗啊，会得入去皇宫呢，破天荒啦、啊！从来干那迄个马路旗，伫皇宫咧飘尔啦。咱2年前，咱这个旗啊，会得入去，所以。要甲大家讲，你若要写历史，把握你拄啊，即马才听到，用来受训高级班，啊，再来参加12月20日，啊，要去啊，
甲天王祝寿，吼、哦，这一次甲大家讲一下吼，啊，这当然因安尼收啊啦，安怎咧收？这就是啥？国防部组织部分呐、啊，裁撤陆海空三军司令部，这不是我讲的啊，爱让大家知影咧裁撤啊，吼、哦，这是啊。台北报道呢，国防部实施呢，啊，募兵呢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看这什么旗啊？这支什么旗？美国旗，爱卡嘞。啊，这台什么？啊，你就知影，是不是军队拢美军控制啊？啊，伊就甲咱讲啊。军队因我都控制啊，啊，这那是事实啊，足早都甲人讲啊，啊，这那好大家看者，因为咱要准时下课吼，啊，所以讲咱会讲较紧，啊，好，甲这三天来所读的，搁较简单，用 PowerPoint 好大家搁较清楚。哦，这来的淡水港呢，淡水呢，嘛不是啊，迄个噪音啊，噪音。啊，这头拄仔我咧讲，这是啥？这新竹乐山，这啊叫做安邦雷达站，这是正式美军啊保卫台湾，啊美国自己制造。啊！甲管理台湾附近，啊，这那是清泉岗。清泉岗甲十二点以后，飞机拢不能进入。也开放民营嘛，清泉岗啊，但是十二点以后绝对民航机不能进入。好、哦，好，大家知影。啊，这头拄来。咱即马阁放要来证实啊，这张啊，去美国会得用哩，诶，影片要阁麻烦咱的同心，甲咱放这个影片，啊，麻烦。一定，必须定，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。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，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，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。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：“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”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：“亚夫，过来。”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。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又要到国务院，那国务院呢？我们七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，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？不是呢。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，必须定非常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，二变成了五，难怪我们高沙就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所以真的搞混了，这个流亡政府混到。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
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。多谢各位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刚才咱只系有要个补充的无？啊，那好了啊。好，安尼啊，无安尼。现在啊，要甲大家讲，这唔是我咧讲你啊。去美国的访问团只系成员徛伫遮，拢见证一张。有个人讲一张无内容，因去美国。高沙族的牧师呢，伊本身是牧师呢，啊，牧师敢会使胡白讲哩？所以要甲大家讲，吼、哦，这就是，予大家100%，你若要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，你摕一张去美国，对啥哩啊？啊，过来，这就是因的照片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他都啊，会直接叫人来吃吼、哦。啊，个提这啦，这都因要收打嘛，吼、哦，啊要收打，就美国甲讲啊，咱话个美国呢，美国甲咱讲。恐怖分子有三个条件，哇！流亡政府都要三个条件。第一个，流亡政府不是国家，哎呀，你讲的。第二个有武器，啊，美国讲安尼袂使，恁迄个要怎样？车联牌拢爱取消，搁耍了爱征兵呐、啊。啊、哦，在当地征兵，这个就是恐怖组织啦。流亡政府都要去对着美国讲的恐怖组织，所以伊即马把武器删掉。吼、哦，佮刷落，你看咧裁车啊，吼、哦、啊，金门啊要撤军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拢是咧甲大家讲的。啊，要过来，这是虾米？以前高沙族是安尼呢，以前伊敢占这边尔，啊，这是较啊部落呢，伊无占领地嘞呢。咱这拢清楚，搁这个话骗很大。这讲啥物？光复节啦，光复节啦，吼、哦，啊是来投降啦，这拢插啥？面顶插美国国旗啦，下骹只写光复节啦。所以10月25啊，是愚人节啦。4月7日啦，是啥物？4月7日是日本天皇在这边实施啊，行啊，等于就是实施啊，迄、那个宪法啦。啊，实施以后，就是台湾变为日本的啊。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拢甲咱骗啦。讲4月7日是愚人节啦，应当是10月25是愚人节。哦，安尼，大家足清楚啦吼。我看时间上的因素，我今日甲大家报告甲遮，感谢大家，下课。各位同学，请起立。行嘞，啊，请去楼卡翕相啊，请把椅子收到桌子上，然后请先不要收行李，先下去楼下拍照，谢谢。请把椅子收到桌子上，谢谢，请把椅子收到桌子上。请把椅子收到桌子上。